2024高雄海洋派对周末在大港桥周边登场。高雄市长陈其迈呢是披着派对毛巾和市民朋友同欢，感受高雄的海洋魅力。陈其迈表示呢，海洋派对呢一连九天安排了许多有别于以往的活动，更有首次来台的法国水上飞板秀及水舞灯光的表演，巧妙运用高雄港湾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美丽的夜景，精心打造出专属高雄的海空盛会。同时呢，也为2024高雄海洋派对活动掀起一波高潮。